还玩手机啊？哎呀，闲得无事。闲得无事啊？哎呀，背首诗给我听。为什么要背给你听？有奖励不？什么奖励？那天汤圆他们过来，拿了好东西过来。你说是啥？什么啊？鹅蛋呢？但是爸爸做法没指过。我做的很好吃的。我要先找个诗名啊。找个诗名，你直接背就行了吗？哎呀，忘记要背哪首诗。你觉得什么诗好背？难度大一点的，还不会背好的。春日吧。春日啊。嗯。背还要肯定不能这样。春日，宋·朱熹。你那个是朗读啊。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。万紫千红总是春。耶，可以啊，再来一首。89分嘞。再背一次，刚才都是90多。胜日，寻芳泗水滨。胜日，寻芳泗水滨。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。万紫千红总是春。可以可以，100分了。还有一首，再来一首。为什么呀？等一下爸爸做两道菜啊。这么会，一首一道菜啊。可是我已经背了11首11道菜了。十一首了，是要等你背的时候才可以。嗯，书剑得江，唐孟浩然。书剑得江，唐孟浩然。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可以可以。95分。95分啊。没嘛。耶。没嘛。还行呐。那我就准备做菜给你吃啊。等一下，我再多做几首。哇，还来一首啊。我要背这首长的。长的，可以可以。后面还有2首，我要背3首长的。可以，然后你给我做5道菜。好的，哪有5道菜啊？还要杀鸡呀？一天不能吃完了啊！七律长征毛泽东，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逢细浪，乌蒙蓬勃走泥丸。金沙水拍银牙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100分。哎，行，那我做菜了。等一下还有。还有。耶嘿。今天我答到你有口福。哦，是不是？答就答吧。再背一首是。舒湖阴先生壁，宋·王安石的这一首。嗯。茅檐长扫净无苔，花木成披手自栽。一水护田江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。92分。92分，这个就不太好了吧。哈哈。好了，还有这个伯牙古琴，这个长。就是书代僧挂牛，宋苏轼。你在手机高头打分吧。蜀中有杜处士，好书画，所宝以白鼠，有代僧牛一轴。我看你牛一轴。然后是不会背的吧？哦，由其所爱。错了。锦囊一轴，常以自随。
随一日报书画，有一牧童见之，抚掌大笑曰：“此画斗牛也。”牛斗立在角，尾随入两股间，今乃吊尾而斗谬矣。楚士笑而然之。古语有云：“耕当问奴之当，问必不可改也。”94分。94分，还行还行。这么长一首嘞。嗯。还有一个伯牙不群。好了好了，出菜了。不行，最后一首。最后一首，耶，背上瘾了。伯牙鼓琴，宗子期听之，方鼓琴而至在泰山，少选之不是。宗子期又曰：“善哉乎鼓琴，稍稍乎若流水。”宗子期又曰：“善哉乎鼓琴。”嗯，怎么不出来？宗子期又曰：“善哉乎鼓琴。”巍巍乎若泰山，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。怎么不出来了？怎么不出来了？远一点吗？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。所以啊，宗子期曰：“不出来了，重新来。”重新来，不出来就。伯牙鼓琴，宗子期听之，方鼓琴而至在泰山。宗子期曰：“善哉乎鼓琴，巍巍乎若泰山，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。”宗子期又曰：“善哉乎鼓琴，稍稍乎若流水。”宗子期死。伯牙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事无足，复为鼓琴者。97分。哎，行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做菜了。烧菜去了。1、2、3、4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1、2。三，才五道菜。四，五六，六道菜。六道菜。哎呀，那我拿什么来弄六道菜？随便。要杀鸡啊？不杀鸡。不杀鸡啊？我要难倒你。难倒我？嗯。哎呀，那我要想想办法了。